昌要罢免谢国梁。不同意，高票不同意票，反罢免看板。党部人员穿着战斗机 T 恤，首度亮相。基隆市长谢国梁周末跑的不是市政行程，而是现身党部，宣布护梁小组启动，国民党中央下动员令。这个荒谬、充满恶意、毫无正当性的罢免案，国民党要正面回击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我们要把我们不同意的票吹出来。警卫每一双手拜托的是出门投反罢免票，目标破八万不同意票。谢国梁亲自说铁，麦克风却很不给面子。在未来十月份投票选举，请大家要投不同意罢免，把你从这个位置拉下来，先射箭再画靶，先说要罢免你，然后把你做的所有事情扭曲抹黑。另一头，总统赖清德也到基隆庆安宫，议长童子伟、民进党秘书长林佑昌也到场，选后首度和主委舅舅同框，同用的一句话让全场笑翻。做总统，我想会继续当个连任。我那句嘛，定来你甲我勉励吼，爱拍拼吼，连工吼爱送一粒饼来吼。俗是叫做安海福民。赖清德强调自己专程来是为了赠匾，蓝营紧咬，民进党动员还有主帅亲征，下动员令全面迎战，立足第一张骨牌倒下。三十问黄林凡，我们选 S 小组记者报道。